为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大乘无量寿经解》第451面，451面，倒算第二行，请看经文：所处宫殿，以何饮食？犹如他化住在天王。这段阎罗注解内面甲咱讲，由现弥陀众生以报求生啊，以食住三食，皆如欲界之定，第六天之天王，第六天就是他化住在天，在欲界内面，这是达到最高的层次，把人人拢知影。第五天啊，伊伊较低一个层次，叫做化乐天，已经是真自在咯。亲像即地所讲的古住的宫殿，衣服、饮食，一切所需的物品，随心所欲，变化理性，唔免用的时间，自然都会无去。每用的时阵，伊都会现前。这化乐天啊，他化住在天呢，无需要家己变化。啊，伊啊，所需要用的物件，第五天变化出来共用伊，伊连变化都无需要。这是一般住佛刹土内面六道的这个状况，这嘛是讲这个事实。也伫极乐世界，每一人的受用。现在咱知影咯，唔是家己变化，反省动机土，下辈往生，下上品、下中品、下下品，烦恼习气无断啊。换一句话讲，如果伫这个世界无往生，大概比四王天都不如啊！免哪会当甲他化住在天来比呢？但第六天王福报大，第五天王重用伊啊，伊需要什么？第五天就知影咯，
起心动念，化若天人会知影，自然变化去强用伊啊。那伫个极乐世界，咱若想到诶，下辈往生诶人，啥人要强用伊呢？阿弥陀佛，变化伊所需要物件，强用伊啊！毋是第五天啊，毋是化六天。阿弥陀佛啦、啊！阿弥陀佛，本愿微神的加持，和伊的依报无比的殊胜自在。咱搁看下面的这段，只有微德。该为心通变化，一切天灵不可违避，一千万业不可戒备。后面这几句话啊，重要。刷落来佛讲了，阿难应知。叫阿兰就是在对咱讲的，阿兰啊是咱的代表。无量寿佛，极乐国土，如是功德庄严，不可思议。阿乐讲啊，下面的这段经文，现正报之为的品位，超世稀有，为的者，微行功德呀。什么是微行呢？什么是功德？下面有解释：心地洞达，威力自在，这是微德的解释。一切功德法，离不开智慧。有智慧，就大威德。把人未当解决的代志，你会解决。把人做未到的代志，你做会到。呀，一切大众的当中呢，自然呢，尊重你，敬仰你。挖苦你，为这是对家来，功德，恭喜
功夫啊。德，这个德，甲德实的德是同一个意思。修道有功，自然有德。这个德就亲像阿弥陀佛，五戒修持四十八愿。这是不可思议之功啊！德是什么呢？德就是叫做世界以正庄严，自然所感的，无一个意思要求啊，无一个念头，自自然然感的呢。生到极乐世界，这些众生，就算是凡圣同居土，下下品往生，嘛会当享受阿弥陀佛的一份功德啊！也以是诸真实功德，为什么呢？甲阿弥陀佛同款啊，唔是讲阿弥陀佛带好处啊，带大经处，拄到几个人会差一点啊？你叫世界不是安尼，完全平等啊！性格、体质、容貌，跟阿弥陀佛拢是同款。拢是心有无量相，相有无量好啊！古早的经典同款呢，伊福音是拢是同款，拢嘛同款。伫咱这个世间，世界天灵无需要饮食咯。叫世界感到需要饮食呢？如果需要饮食，那会讲超世稀有呢？啊，咱知影，到叫做世界肯定无需要了，因为伊个体质甲咱是无同，咱那是限量之苦啊，需要饮食来饲活。西方极乐世界是发性心。发性土，伊永远离开遮个七情五欲，这用袂着啦。为什么经常要这款话？啊，咱在肯定，但要往生的遮个人。在三无世界，咱地球上生活习惯湿气真重啊，到叫世界真久咯，安安像无食饭，
啊，这个念头一个叮当，饭菜饮食拢现前了。就那像化乐天对第六天王的供养，都出现了。我一个想讲，我伫叫世界无需要，伊就无去了。应该是这种现象。了道凡夫，待业往生，这个念头非常可能现前。一切法从心上生啊，念头一个想，那个境界就现前，就出来了。啊，念头灭了，境界就灭了。这是饮食生活方面的饮食，至于味的品味呢，嘛是超世稀有，心地呀、懂得，诸性智慧现前，这嘛是得阿弥陀佛。为神的加持，为力自在，自正定住，这句真重要。正定住是自性本定。慧能大师开悟时阵讲：好其自性。本无动摇，本无动摇是正定住。我正结果，虽然现在无正着妙觉位，但是我定会正着。为什么呢？地球世界修行无退转呢，只有进步无退步。哇，一句话讲，正结果的时间，每一人早晚无同，但是决定会成就啊。我闻威德无比啊！该为者，该得品位，得到三不提。三不提是为不提，行不提，念不提。为者保处啊，保处是顶个菩萨。现在并无正着无处位，现在是什么呢？是这个动机土，要拿依天台大师的讲法，最管的是正着观行位。观行位是什么呢？修行功夫得力。连初果都还未到啊！伫大乘初信位都无证到，也就是讲咱现前这种的程度，往生到极乐世界也是这程度。那会当讲是为罪补处呢？看起来甲顶个菩萨差不多。这个所在，咱就明白了。48愿，第28愿的内面，
弥陀世尊的本愿，凡是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该做阿惟越地菩萨。阿惟越地菩萨是顶格菩萨啦。顶格菩萨是证到圆满的阿惟越地啊。阿中不提，为不提，行不提，念不提，拢达到究竟圆满。这不可思议啊！心通变化者，经文彼陀声闻，讲这声闻呢，就是咧讲方便啊，有无土啊，方便有土三倍。九品经文是地下三品，方便有无土的下上品、下中品、下下品，这是属于经文。云雾将中，即一切世界。这不是阿罗汉的神通，阿罗汉无这大的神通。宁有将相持一切世界，至少也是地上菩萨啊，顶地菩萨才有这么大的神通。啊，咱知影，这拢嘛是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的。因的解威也是不可思议。有一切圣者。诸土三百九品，这叫一切圣者。该具宿命、天眼、天力、他心、心照、老尽在殊胜啊神通。这个所在特别爱注意殊胜。这两字，声闻缘觉，观教菩萨有神通，并无尽殊胜。殊胜两字无容易啊，按照殊胜就亲像阿弥陀佛，亲像甲阿弥陀佛不相上下。如第十愿文，这是四十八愿第十愿，无一念轻，这个一念是弥勒菩萨所讲的，一单字。有三十二亿八千念内底一念，这叫一念轻。这个、时间非常非常的短促，伊也已经超过亿那由他八千佛刹，唔止十万亿国土啊！小不弥陀经里讲。十万亿佛国土唔止啊！人一个念，一个长的时间就超过亿那由他一千佛刹，周边顺利
供养诸佛。由此知影，供养他方十万亿佛，是啊，世尊的方便说。世尊讲这话是有用意的啊，用意在哪位？三宝世间，阎浮提众生就是地球上的人，情志得深，常常想念这地有老兄弟姊妹家亲眷属，你只要想念一念轻，啊，你就会回来，你就会回来地球上跟他们大家来相处啊。用意在这地啊，实际上不止啊，你一念会供养一切世界，会供养亦那由他并且佛刹，一念之间就变顺利啊，就变一点啊障碍都无啊。用佛是修福，文化开智慧啊，福慧双修啊。真正不可思议，是的，实实在在讲，已超过啊，理性神通何况天灵，理性是声闻缘觉，超越因太多太多了，可阮为德，该为有心变三者，一切天人不能为比，乃至百千亿倍，甚至不可计倍，无办法计算啊！变数太多了。是国灭后终战，灭后四故阿难同知，这是啊终战，无量寿佛极乐国土，如是功德庄严不可思议，如是是之经上啊所举的这些例。无量的功德，无量的庄严，无办法想象，啊，无办法细说，讲不尽啊。总希望大家真正发心往生。生到极乐世界，就是啊，威震宏地。你亲身看到咯，亲身啊，去听到咯，亲身接触到，你才真正明了。那过来看下面，第十九。修养具足，这篇经内面啊讲修养具足，就是咱啊所讲的物质生活、精神生活、学习的环境。
家乡故旧。无欠款啊，咱伫这世界，以求学来讲，理想所想要得到一寡参考资料，常常感觉不足。所以读书为甚要进大学？大学有图书馆啊，这些资料收藏甲真丰富。你所想要找，大概拢会当去找到。小道长就感觉不足了，真正做小道长连一部大总经都无啊！现在印刷术发达，成本真低，再发布。流通量就大了，在宋朝以前，这书籍拢是啊用手写的，明人就知影那是偌可贵啊，无你以为贵。手写的根本数量是真少，印刷术发达了后，虽然有雕本，真重啊，印刷数量也无多。几十部、几百部就非常的多咯。现代印刷术，古人无法度想象，伫因来看咧，不可思议啊！地球这么大，需要的人这么多，也是不够用啊。咱若印十万本、一百万本，地球上人口将近七十亿，也是啊，太渺小了。啊，到西方叫世界都无同款啦，大亨古迹啊，你所想要滴物件，无需要找，动一个念头，伊厨房、厨具啊，顶面都放满咯。你无想要爱的时阵，连资格都无去咯，清清气气，一无所有。你讲你偌自在啊？咱看念路，甲咱啊介绍这个品对，本品名修养古迹古。所有功能，凡是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人，拢嘛同款，该行貌啊端严，
熊是身体啊，猫啊是羊毛。你的身体，你的羊毛，端正庄严。福德无量啊！这福德对对来呢？阿弥陀佛加持的，阿弥陀为什么加持你？因为你以心清念弥陀，注意哦，一心清念，你跟阿弥陀佛感应都高啊！好行功德，立阿弥陀佛的智慧功德，为家己的智慧功德，这是立处啊！阿弥陀佛慈悲啊！阿弥陀佛发愿。愿你将家己的智慧、神通、功德，甲变化界虚空界，以济众生来共享，这啊不得了啊！我难想到，十方一切诸佛赞叹弥陀。公中极尊，佛中之王啊！伊老大人真正是当之无愧啊！你看伊个心量偌大，智慧明了，神通自在啊！只要你生到西方，这四句啊，你啊，隆重得到。容貌端严，永远未破病，永远无需要饮食，永远精神饱满。福德无量，除了自性本具以外，你看，念念供养十方一切诸佛如来，供养的福。听经文化的智慧，福德无量，智慧明了，这是第一。咱这个世界有未到的，世尊甲咱讲，十方诸佛刹土内底，嘛是学未到，也无这个，只有极乐世界有啊。何方得到神通自在？都亲像诸佛如来，拢是同款的。如上种种殊胜受用，世界具无著呀！这内底啊，咱都爱当体会着。这些龙马是以
小池弥陀明河为世界古迹的真因，正宗飘蓬，幸愿齐名。这句话是真的，真是不可思议啊！是乃彰显正报之信心，依报之幸福，世界超世已有。但本篇中略显福德无量，于是经典世界应念现前，无不苦足。那都是大经内面世尊上讲的，一切法从心上生啊。咱这个所在心相嘛未生，为什么呢？咱的心无清净啊，咱的心无纯啊，心杂乱，心染污，所以。咱咧想伊啊，伊就未现前啊。叫世界人心清净、心纯啊，无丝毫的杂念。所以啊，伊应念会现前。咱阁看下面经文，受用无著，付出极乐世界，所有众生亦依生，已经啊，伫啊极乐世界。亦现身，现在即去啊！亦东升，或者是将来会往升到极乐世界。该地如是诸妙色身，形貌端严，福德无量，智慧明了，神通自在。拢总会得到啊！受用种种一切方丈，你也未讲有缺乏的啊！用电方式。旁非凡界庄严之故，随意所思世界如念。你念什么就现什么。咱看到，敢未心鲜呢？敢未向往呢？那要按怎才会去啊？经常甲咱讲呀，发菩提心，以向专念，你就会当去呀。
菩提心是什么呢？菩提是梵语，反正中国是觉悟的意思啊。阿弥不灭就是啊，菩提心。菩提心是真心，正知正见。咱啊，生伫个今仔日个即个环境，会安怎来建立真正个菩提心？啊，真正做好到无量寿经啊所要求的标准，我伫个讲些当中，嘛有真侪摆。讲到啊，放下、看破、彻底放下，真正看破了，警告啊！常讲的，世出世间一切法，科学家该分作三大类：物质现象、精神现象、自然现象，全部拢是假。非一非常都不是真的，没安怎彻底放下啊，咱的清净心这一顿来，清净心就是菩提心，平等心就是菩提心，真诚心就是菩提心，慈悲心就是菩提心，万夫难分难舍，无垢无净执，这个物件上麻烦呢。也唔过，无放下，轮回太苦咯。轮回无尽头啊，无量劫的做这款戆事，错咯。真正都爱想要而放下，我这几年来想做如是观，心也搁下未去，所以往生也是动机土啊，心无下。心挂之物啦，放下了，
就轻松一大半咯。我甲注意报告过真侪摆啊，衣服穿伫我身躯诶是我诶，无穿伫我诶身躯毋是我诶。钱财藏伫我落地啊内底是我诶，无藏伫我落地啊内底毋是我诶。呀，我住诶即间厝，我伫即个所在。这间厝就是我的，我出门这就是我的了，那我毫不相关。诸位当试看卖啊！我想会当帮助你渐渐渐渐看破，渐渐渐渐放下。一个方向是风极乐世界，一个目标亲近阿弥陀佛。谁人想听我呢？阿弥陀佛啊，真念是假呀！如阿弥陀以外，哪有人讲爱你？你爱提高境界，那是假呀。为什么是假？伊用的都是三心二意呀，那也是真的呀。只有阿弥陀佛、发心菩萨，应用真心，真心嘛、啊，流出来慈悲是真爱呀。十方界内面的诸佛菩萨拢未用呢，何况六道，六道拢嘛是虚情假意啊，唔通哄骗去啊！六道内面的正直，迄力道会上动咯，吃大亏啊！这鞋那是无智慧的，看袂破。无信愿啊，你放袂落。你有智慧，有真心切愿，你啊，这真正会放下咯，真正会啊，看破咯。是到西方极乐世界，你甲看卖，你也得到甲阿弥陀佛同款的。金色心啊，发性心。同款的上好，心有无量相，相有无量好啊！同款的福德，同款的智慧，同款的神通自在，往生到极乐世界无困难啊！比啊正殊陀梵果，比啊正十心菩萨、初心菩萨，迄、那个地位容易较侪咯。伊啊，迄、那个都爱断烦恼，才会成就。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只要甲万缘断掉，放下，甲烦恼付诸啊，就成功咯。
所以叫做待业往生啊。该的如是诸妙色心，这个如是都该来对有，这是上品完成第六天王，千万亿倍啊，都是持之这件大事。他华主宰天王，你按怎比嘛比未着啊？阿现受用苦作，下面的经文，甲咱显示福德无量，称赞净土经文。由比界中，这个比界是极乐世界，诸有种类，是指往生到极乐世界这些人，唯有一切身心有苦，唯有无量清净喜乐。咱对于这件代志，向往未？心鲜未？有想要得到？有想要现前就会当啊得到？如今如何啊？如早如好啊，这都是讲外人，无愿意伫这个世界，搁再受着煎熬，搁受折磨，歹做咯。有本经，决定结果片完啦。这是这是本经第三十二经文来对讲，为修清净最上快乐，实现福德无量呀。无量福德，显现的最上的快乐，你回明了出来，光明会变弯。第三十三愿、四十八愿、第三十三愿之所念，梵文来对讲，成就一切智慧，由本经啊，菩萨修持品第三十品。为彼国一切菩萨诸佛密宗啊，究竟明了，该智慧明了之意，咱来怎样？诸佛绝对无秘密。
鱼粽是什么意思呢？我的智慧太深了。哪种行为当明了？声闻缘觉菩萨拢无怕明了啊！比如头前咱有读过，一尘一魔的迷点。这是祝福密宗，这个密点那就是现代的科学家啊，只有最近的这二三十年发现的量子。嘛叫小公主，偌大呢？科学家甲咱讲，伊是一个天主的一百亿分之一，啊，就是讲一百亿个小公主组成一个天主。咱两眼看未到，一般显微镜嘛看未到。这个小公主来面如世界啊，这是如来密宗啊。这泥水一点，伊内底有世界。世界有偌大呢？甲咱现实的虚空法界同款大，迄内面有诸佛菩萨，迄内面嘛有一切众生，这也无亲密啊！亲密的是。微点世界内面也各有微点嘛，迄个微点的内面也各有世界啊，定定无尽啊。这是诸佛密宗啊，究竟明了了，真正创清楚，真正创明白了，啥人啊？顶加普贤，修普贤菩萨的法门，正到顶格位啊，都能力进入摩顶啊，微点的。世界来面去，啊！咱想看卖，咱这个身体，这个物质的身体，有偌侪微点呢？一个电子有一百亿个微点，你就知影讲咱的身体有偌侪，无办法计算的啊！啊，咱身躯偌侪细胞啊，细胞再个分析，偌侪原子啊，原子个分析有偌侪电子啊，
真少这款呢。如何密宗？极乐世界菩萨有能力啊，因为经常讲啊真好，比过一切菩萨。只要是生到极乐世界，凡成同居土。哈哈品的菩萨也包括在其内，伊无讲反省动机土在外，伊无讲反省动机土哈哈品菩萨无在内，无讲啊，这就拢是咯。咱回向记嘛，常常念，愿得智慧真明了，含糊笼统。这个真明了到底是什么？唔知影，别人念我就对咧念。古代的写落就照念，无创会清楚啊。小看体会到一挂，你就会真正明了啊！真是不可思议啊！有明者明明白白，了者了了分明，是为明了。这个明了的意思啊！未教中，如是的自心者，智慧明了呀。这个的自心是什么意思呢？明心见性是的自心。明心见性都是发心菩萨啦，不是普通菩萨。超越十方界啊！因如是的自心，智慧明了，有照见五蕴皆空，也是智慧明了。五蕴是什么呢？那现在明白了，以前一个是迷迷糊糊，现在知影了。五蕴是什么呢？五蕴就是科学家所讲的三种现象：物质现象、精神现象、自然现象。五蕴里面的色。是物质现象，受想行识是精神现象。物质现象跟精神现象的发生是这自然现象。三种现象皆不可得，都不是真的。照见五蕴皆空啊！用什么照呢？智慧明了照见啊！观自在菩萨已照见了，照见五蕴皆空的观自在是顶格菩萨，十地以上的啊，真是啦，
天地较贱，啊，咱今仔日毋是家己智慧明了，而是伫个大乘经教。长时间的分修，你明白，这个我是解我，不是正我。那你当啊解我着这件代志，也是着得力于现代科学家的协助。无因啊，从中协助，但对这代志，也阁是模糊啊。咱信佛，相信佛为蒙古。相信佛所讲的是真的，也唔过咱的智慧有限啊。也佛所讲咱的信咯，这个信是勉强的信，信也无大实。看到近代量子力学家的真多报告，咱的信心大失了，未够疑惑啊！科学家会把这件代志证实，佮起起都唔知影咯。啊，咱也是问伊。物质现象啊，是对啊精神变过来啊，精神现象是对倒位变过来呢？伊讲无中生有啊，讲会通，自然现象变现出来，自然现象对倒位来，讲未出来啊。啊！咱在佛经里面找到了，诸劣现象是依诸性变现出来，诸性是本有，不生不灭的。以无相有三种现象，所以啊，用科学家的方法，用第六意识的思维，永远达未到。阿弥陀佛，才会当知影自性，自性究竟是什么？是什么款呢？在新教里面有一句话讲：“为净弘地，你家己净掉就明白咯。你无净无净掉，跟你讲嘛无路用，讲未出来，想未出来，未当想，未当讲。”未当想，就是未当思；未当讲，就是未当意，叫不可思议。免那静呢？好讲啊，真好。放下起心动念，分别执着，你就静掉了。就这简单啊，就这容易啊。你试看麦，你会当放下未？
梦想就是起心动念，放下起心动念，放下分别执着，你幸福了，你净掉了。做好密宗，我们皆空，拢看到了。哇，对的未来，有条对的未来。为什么有这款现象？你就彻底明白了。唔免去学呀，学未到啊！无学就知影啦。因教地面甲咱讲咧，修下佛法的功夫，专在放下。你若是放未落，菩提道上真正叫寸步难行。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咱咧学学爱放下，是唔通执着啊！妈明菩萨伫起信论内面讲甲真清楚，咱若读经，要安怎读呢？第一个，无执着文理上，读经啊，把文理放下，无执着名理上，内面的名词是句唔通执着啊，把放下，无执着心言上，我读有什么意思嘛，都爱放下咯，无意思。无意思，心清净，心平定，就照见。还是真的啊！咱若有意思的内底，就叫精见。你见带着精去见，菩萨的见，发心菩萨，诸佛如来。因的见是照见，内面无大情，听到就是听讲经嘛，是安尼生啊。听讲经第一个无执着言说上，哎呀，放下。更加的言语，为执着这个名利上、心言上，拢总未执着。啊，咱今仔日读经未当开恩我，听经未当开恩我，那未开恩我，愈听愈麻烦，愈听愈糊涂。什么原因呢？就是咱着了文理上，着了言说上，着了名理上，着了心言上，会想听。如果会当理这三种上，上经读经会开悟啊。诶，得定啊，会开悟啊！宗门大德常常咧讲，你会向你未？你读经会向读未？
你听经会晓听袂？这两字的意思好啊，会晓读、会晓听的人，一般讲，三年五冬肯定第三枚，三枚得到了后，又隔两三年，地会就开咯。智慧袂当大开，智慧明了的，便一定会去目到啊。迄、那个挖到一点啊边，你看经一个看就看有，你听经一个听就明白。这毋是大悟，这是小悟。即小悟就成大悟，即大悟就成铁悟。只要你有恒心、坚持、勇猛精进，互你三五年的时间、十年八年的时间，无。伊都未成功的道理啊！理论方法，咱拢知影咯。现所所欠的，都是要认真去做，无认真做。认真做的人有福咯，咱的福德无够啊。善根只有一点啊，尔福德不足啊。善根就是真正相信，真正明白咯，也毋肯去做，毋是家己毋想要做。还是什么呢？业障习气，唔准你去做。业障习气内底有一半以上的成分是你的冤亲债主，伊伫当中扰乱你啊！这个代志要安怎来解决呢？要用自省心。甲完成这组来沟通，完成这组真麻烦啦、啊！你看袂到，你嘛听袂到啊，你嘛望袂到啊。可是伊就对你的身边，都互你的心情啊，袂当啊，冷静落来。咱都爱认真的甲伊啊沟通，甲伊请菩萨，希望伊毋通来扰乱我，希望伊会帮助我，互我好好啊来用功。我功夫成就了，伊嘛会成就；我无成就，伊嘛未成就。我无成就，未来是六道轮回，冤冤相报啊！彼此拢嘛会痛苦啊！我也讲清楚，如果我去极乐世界，我一定生来度你啊！啊，咱彼此的问题啊，拢嘛解决咯。众生极乐国，咱做一个好同参，
好同行。将来我做佛，你帮助我；你做佛，我帮助你。何乐而不为之啊？真正把话讲清楚、讲明白了，我相信伊会接受啊。伊真正袂搁再扰乱你咯。我心来保护你，变做你的护法神啊。现实的社会，对人、对事、对物，嘛是安尼啊，特别是对人。人跟人之间有过去生中的情结在啊，这个代志嘛，都要化解，无化解也会变作障碍。有智慧的，无论是顺境逆境、善言恶言，拢总帮助你成就。无智慧，顺境逆境、善言恶言，拢总是障碍。所以学佛未当无智慧啊，无智慧，你的烦恼习气那未当减少啊，逐天啊拢在增长，错咯。如果你有智慧，来过日子，有智慧，从事任何工作，有智慧，处事待人接物，你永远是感恩的心，永远是真诚的爱心，不但提升家己的境界。啊，想要有智慧，大声来跟我谈话，你对家做起啊，怎样通尊重别人、敬爱别人，学习还原观顶面的四德，随缘妙用啊。真正会学到随缘妙用，还原观顶面头前的三科，未当唔知影。爱用这个标准来看宇宙，看万法，看众生。对呀，一体现理想，都是现意境。意也好，境也好，拢有三种特性。第一个周边发界啊，因为三种现象拢无离开波动的这个定律，
拢是普通三性现象。这个普遮东周边发界啊，发界内面一切众生，拢总拢收到这个信息。咱的身体，咱的思想，是普通的发射台，同时嘛是接收台，是方世界一切众生，因的普通，咱的身体，每一个细胞。一模一点的微点，全拢收到了，而且这丝毫拢未杂乱。电脑那边甲伊比差太远了，为什么咱无感觉呢？好感觉是咱的机器现在有故障，咱发射出去无故障，咱修行的这部分啦、啊，也是有故障啊。咱若有起心动念，有分别，有执着，所以十方的信息。咱收到了，我欢迎啊！如果咱那个烦恼习气放下，恢复清净平等觉，一切时一切处所收到的信息，完全明了。智慧明了啊，照见万法皆空，你确实知影讲，一无所有毕竟空啊，不可得，所以虽然面对一切法，在一切法当中如如不动啊，那就是妙用啊，那叫做妙用，清清楚楚，明明了了，如如不动，这叫妙用。生活在这世间，起心动念，言语造作，甲社会一切大众做上好的榜样。虽然逐天甲因做好榜样，实际上将来都无啊起心动念，无分别执着，妙啊！就跟经世的同款，不是有意要怎样做呢？祖祖连连呢，这性德的流露啊，祖连的流露，你上是讲如是，你是报土嘛如是，你处地有缘是如是，无离无别啦、啊。啊，认真正确立咯，你会笑出来啊！一个摩尼佛讲遮多遮冥想，讲者好听，是毋是事实真相？
讲是会用呢，讲毋是嘛会用呢。讲是是是甚物？行顺众生啊。讲毋是呢，清净境界。要紧咯，真正会向诶人开了境界，先看下摩尼佛的表演，来作秀啊！你会对伊会心诶笑啊，一个笑都亲像世尊当年莲花微笑，只有。假设尊者会了解，别人拢看无啊。微妙到极处啊！啊，咱若想要入这境界，经未当讲无读，未当也无听。为什么绝大多数是对这个门五入的啊？所以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，讲经说法49年，道理就伫即地啊。别项办法毕竟是少数啊，即、这个办法一定是多数啊。教学那些释迦牟尼佛，你看世界上所有的宗教，宗教创始人拢是教学啊，伊若无教学，这经典对倒位来？经典都是因家物件甲记录落来啊，无离开教学啊。啊，叫释迦牟尼佛的教学时间最长，30岁开悟，49岁圆寂，49年无一。工诶，工贵啊！逐工伫教，逐工伫咧讲啊，乐此不疲啊。耶稣教学3年，伊啊是互人害死啊！摩罕灭德教学27年，摩西教学毛20-30年。你啊，详细啊，去甲观察宗教的最初的形式，拢嘛是社会教育，普世教育啊。这是对一般大众的，拢是看到大家啊，端坐修仙，开下归静，端正心念，加一个啊。这是伦理道德因果的教育，少数人君性较赖，上君临，上君临，佛帮助因提升，甲因提升到阿罗汉啊。提升到啊，是报土；提升到上极光，这是少数人。
阿母之敬啊。吉日相接公，这个啊，得到大圆满啊。地会圆满啊。得灵圆满啊。上好圆满啊。这个时阵，甲变化界、虚空界，一切众生，自然起感应道教的作用。众生有感，求佛菩萨帮助，佛菩萨真正是有应啊。众生的感是有心，佛菩萨的应是无异的。为什么呢？发心菩萨用转世成第一咯，伊在世内底，所以无异啊。不容易，也就是讲，决定无起心动念，无分别执着，这用真心啊，是法界众生，也是用妄心，这主要怎样？有都是妄心，修行法界也是妄心。为什么呢？每当啊，转八识生四谛啊，真正转识生谛咯，伊就未伫想法界，伊个高升咯，伊啊升到十八土去咯，十八土内底都是这部经上所讲的发性心啊。发性土啊，那是啊，真的不是假啊。是我改以下啊，拢嘛是假啊，不是真的。这也未当讲无认识清楚。是。这个地会明了的心通之本，你变化心通主宰无碍。里面这句非常重要，故我但得本啊莫求不，根本地价。本呀，种种神通，该性物变殊，其他一切，拢是对根本地生呀。什么叫做根本地呢？世尊地。或者经常跟人讲，或者无知呀、啊，无所不知呀、啊，根本地是无知呀、啊。你未起作用，无知；起作用，无所不知。未起作用的时阵，一念不生，这是本啊！一念不生是什么境界呢？
甲祖先相应啊，甲大班的盘相应，慧能大师开悟的时阵，第三句话所讲的，不计诸性，文殊苦集。这是根本地，诸性，也就是世尊的华严经上所讲的。不讲了好啊，一切众生，还有如来智慧德相，所以讲一切众生本来是佛，一切众生本来成佛。这会是真话啊，一点啊都无错啊。那现在为什么变成这款呢？人家佛无差别啊，地位是同款的啊，地灵是同款，神通嘛是同款，上课是同款，为什么今天变成这款呢？佛下面讲咯，但以妄想执着力不能证得，一句话讲破，咱就是因为有起心动念，有分别执着，所以啊，对佛果顶面啊，跋落来啊，变作凡夫啊！大乘教内面常常劝导人回头是岸啊，赶紧回头，回头就见性了。回头，诸行内面的智慧德相啊，都现前。安怎回头呢？甲起心动念分别执着甲放下，就回头了。回头就是啊，这是话，我伫大乘经上，唔知讲偌济遍咯，可靠。无心来教导人，咱袂当啊，亲像伊迄款的，一时顿下，伊做互咱看，伊迄年三十岁，伊抱在树下。把烦恼障、所知障拢总放下，所以代替代我明心见性，已成佛了。成佛就是成就一切种智。根本地、福德地拢现前啦，就开始教学。49岁完结，49年教学，无一工中断。你若问讲为什么是佛教？教学是佛教啊，是教什么呢？诸法实相，简单来讲，宇宙人生的真相，
哪个科学家讲，物质、精神、大自然的真相，和经常的名词叫诸法实相。我讲的啊是这个啊，该都是这个啊，真个嘛是这个啊，叫做正果啊。古物啊，咱这本末抽物。这句话重要啊！咱学什么呢？咱来得到这个本啊！本是根本地，应用的智慧是何得地啊？种种的神通嘛是何得地？哎呀！你全部拢恢复咯，种种的神通，是家己的本领啊！下面所讲的这些，用电啊、辐射啊、香火啊、幻界啊、庄严之故，随意所述，色界如念。这是何德地的成就？对诸佛来讲，那对弥陀因地上来讲呢？这阿弥陀佛本愿为神呐、啊，为神是指以五戒修行。本愿功德的成就啊，随意所述，色界如念。啊，咱知影这原理，真正会当依这个方法去修行。虽然未当讲圆满的去做到，九分是会当实现的。以下对啊，饮食啊，这是下面一段，衣服、住宿这三方面，名义修养具足，这是啊，详细给咱介绍西方极乐世界。生活环境，现在啊，时间到了。以下呢，阿兰啊，第一段课这个学习。